安波篮球快讯：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，广东华南虎再胜山东王者入决赛。周四晚上，CBA 季后赛准决赛 G 二，山东王者对阵广东华南虎。尽管双方实力悬殊。 但山东王者本场比赛在 L 宣达臣的带领下，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位数，拼至最后时刻才分胜负。最终，广东华南虎一百一十八比幺幺二战胜山东王者，准决赛二比零淘汰山东王者，第十六次闯进总决赛。 首节比赛，威姆斯突破上篮，广东华南虎率先得分。高诗岩反击突破得手，赵睿欧洲步上篮得手，双方紧咬比分。周鹏外线三分出手命中，赵睿也命中三分。L 宣达陈外线三分还以颜色，随后在篮下打成二加一，1, 广东华南虎反超比分。暂停回来。 L 轩达成造外线三分犯规三罚全中，胡明轩拉杆上篮得分，徐杰高位跳投命中，陶汉林篮下强攻打进，贾诚篮下得手，赵睿三分命中，徐杰三分也有，广东华南虎逐渐追回比分。首节结束，山东王者三十七比三十二领先广东华南虎。 次节比赛，王汝恒面对 L 宣达臣防守造犯规两罚全中，胡明轩篮下也造陶汉林犯规两罚全中。王汝恒三分命中，随后胡明轩底角空位三分还以颜色。威姆斯借掩护跳投得手，广东华南虎反超比分。 L 宣达臣突破助攻陶汉林大力入樽得分，威姆斯篮下打成二加一，1, 赵睿连续反击篮下打进，个人得分也来到了二十分。半场结束，山东王者五十五比六十一被广东华南虎反超。一边再战，周鹏外线三分命中，胡明轩外线三分也续上，陶汉林大力入樽得分，L 宣达臣外线三分命中。 高诗岩迎住胡明轩突破打板命中，赵睿外线三分也进，陶汉林篮下连得四分帮助山东王者继续咬住比分。陈培东外线三分命中追平比分。回来以后，徐杰三分命中，胡明轩篮下造犯规两罚全中，威姆斯杀到篮下打进，陶汉林连续转身篮下打板命中，三节战罢。 山东王者八十八比九十一落后广东华南虎。末节比赛，徐杰偷播带球上篮得分，赵睿飞身三分命中，L 宣轩达臣突破上篮得手，随后又在篮下补篮得分。暂停回来后，威姆斯篮下打成二加一，L 宣轩达臣外线三分命中，再次带回比赛的悬念。 陶汉林接球转身大力入樽得手，高诗岩中距离得分将分差追到仅差一分。胡明轩三分命中，L. 宣达臣变向篮下收获二分。赵睿、周鹏先后冲击篮下得分。威姆斯杀到篮下造犯规两罚全中，杀死比赛。全场结束，山东王者幺幺二比一百一十八不敌广东华南虎。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篮球快讯，请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